做得污点证人，成件事的理念是不同了的。当他成为污点证人 之后，他的证供 的可信性是立即改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污点证人有一件事是导致污点证人的作供是会趋向于老实的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任何人，即是整个证所谓作供的理据，任何人都偏向于为自己开脱的。任何人都希望自己是无罪，他的作供是保护自己的。任何人都会的，无论你是老实的人还是不老实的人，都会趋向将作供的轻重摆到他自己有利的地方。好了，如果你是被告呢，就会令到自己是避开会被人告这个范畴。但如果你是污点证人，污点证人是被保证，被保证只要你讲真话，你就讲乜都不会被人控告嘛。这个保证是很重要的。即是说，如果个污点证人想保护自己，想自己开脱，他就要讲真话。这个是污点证人很重要的理念。这个紧箍就是令到污点证人，如果我想百分百安全的话，就百分百讲真话。Okay? 当然啦，不会完全老实的。 你听小草讲的都不会觉得是完全老实的。但是这个保证呢， 你要知道他怎么判断你是否讲真话呢？有时 就很难判断的嘛。唯有就是你讲的东西有没有矛盾。你讲嘢有矛盾，就肯定你有讲真，你系讲假话、讲大话，佢就立即可以撤销你污点证人呢个身份。咁所以佢可能就算唔老实，都只系隐瞒一啲事嘅啫。佢只系会隐瞒，就唔会有逻辑矛盾嘛。大家谂下，隐瞒一啲事，通常唔会有逻辑矛盾，而且好难证实一个人有冇隐瞒一件事。但系你讲大话就好容易俾人哋拆穿嘅。咁所以一个污点证人作供咧，普遍人系会较为认为佢讲嘅系真话，讲得出嘅都系真话，最多佢唔讲嘅，最多佢隐瞒咗一啲事嘅啫。咁所以三个人里边，佢会拣一个做污点证人，呢个拣小草系好正常嘅，因为我哋会相信成件事小草嘅参与度系最低嘅，所以咪拣佢咯。咁亦都有啲人會話，咁係好益咗小草喎，益咗小草，好似佢好似有罪㗎啦。佢有冇罪，我一陣先分析。但係係咪益咗小草呢？咁係，你可以話本來你都應該無論有冇罪都好，應該擺上法庭去判斷佢有冇罪㗎嘛。而家連擺上法庭嘅機會都冇，好似係公義不能彰顯。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博弈嚟嘅。污點證人係必須要存在。我之前都曾經提過。廉署的案件多数会有污点证人，就是因为行贿、受贿两者偷偷地做的，通常都是很多时都是会抹晒证据的。行贿、受贿这些偷偷地做会抹晒证据的案呢，就要扣有个人督对方出来。所以一定有污点证人。你即是有污点证人，你会告少一个，令到一个人没有公义，即是不能够彰显公义。但是如果冇污点证人咧，就可能个个人都唔能够入罪噶啦。呢一单案如果冇咗小草，其实你有可能系有一个可能，就系当初佢哋喺台湾已经夹咗一个版本出嚟。大家唔知道有冇记唔记得我喺第一集已经讲咗，佢哋喺台湾系夹个口供嘅，好大可能系夹个口供嘅。佢哋无端端做乜喺度讲单案啫？即系你见到小草都话佢哋喺度讲单案，佢哋讲单案嘅时候，随时系其实喺度夹紧口供。四个人随时夹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口供在这里。那四个人夹一个天衣无缝的口供，为什么最后他不用这个天衣无缝的口供呢？是就是有这个可能性，就是有一个污点证人，有一个夹口供的人里面成为了污点证人。当有个夹口供的人成为了污点证人之后呢，那些人再不敢讲这个天衣无缝的口供。所以你会见到他们在警察在差馆落的口供和在庭上是不同的。在警察那里落的口供是脱罪多一点的，就是脱开自己的罪行是多一点的。 在法庭上是讲多了细节，和讲多了令到自己不利的证供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因为有了小草作为污点证人，
所以引致他们不敢再讲一个天衣无缝夹了后宫的版本。为什么会揀小草呢？其实呢个个都想做污点证人、啊、在警署个个都说自己要做污点证人，因为其实是的差人是会引他的，是会引他说、哦、你可能做，即是主动引他做污点证人，然后引他讲一些东西。所以你看到他在警署落口供的时候呢，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污点证人，而且他们这么多个里面可能有一个是污点证人。所以警察在引他的时候呢，已经会令到他不够胆讲一个天衣无缝的版本了。因为他们在警署落口供的时候呢，已经知道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成为污点证人。好想是自己，他们很想是自己。最后他当时不知道会是小草。但是无论是哪个都好，无论哪个都好，最后如果只要有一个是污点证人，那他讲出来的版本就不可以完全不依据事实的了。所以当他知道世界上有，即是不是世界上，当他知道原来这宗案将会有污点证人的时候呢，他会立即将那个夹好了天衣无缝的版本不要，而变成一个以事实根据令到减轻自己罪责的版本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？这个就是设立污点证人的好处，或者他的理念就是这个了，就是他希望令到众人都会知道你们夹的口供不 work 了，你们夹的口供要扔，麻烦你扔掉它，就算你讲什么都好，请你依照事实根据去讲。所以你会见到他们，所以我会相信他们讲的东西是某程度上依照事实去作的。你都梗系有人作啦，你见到阿豪同埋阿 K 讲嘅嘢都唔同啦，同阿 T 讲嘅嘢都唔同啦，咁所以梗系有人作啦。咁但系起码佢哋都依照一个事实根据去作咯，唔会作到咁离谱咯。呢、這个我认为，当佢哋知道世界佢呢单案里边有污点证人之后，产生嘅微妙变化，亦都系好重要嘅变化，所以系必要之恶嚟嘅。当然你会觉得有污点证人就系恶啦。但是这个是必要之恶，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之恶的话，就会变成可能四个都要放走。